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陈哲远，现在正在画一个奎木狼的特效妆。 Cool。 现在已经画了有2个小时45分钟，还得有1个小时呢。这段时间你是待一点还是你是可以睡觉？睡不了，因为会一直动。特效装是在3楼，粘头套什么的是在2楼，我还要上下跑。你的特效装戴起来是什么感觉？耳朵是直接糊上去的，然后他用胶水粘上，虽然它中间有穿一个洞啊，但是很明显能感受到粘完耳朵之后听力是比较不好，而且糊太久了耳朵还会长湿疹啊，长痘痘。如果要是头套粘的不是很紧，可能里面就会咣当，可能会有水，不知道你这个头套夏天的时候会不会有水。头套还好，耳朵里面会有水。那怎么排？排不了啊，就是得等拍完戏摘的时候，每次拍完戏卸妆都要卸半个小时在现场。是他是先喷，他们弄了一个那个皮，然后喷之前会把那个皮先贴在我脖子上，然后照着那个纹路喷。而且这个妆改了挺多次的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耳朵的形状、纹身的形状、头发的颜色还有那个牙本来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又弄得变得挺大的，也是挺辛苦的。牙戴上去就感觉生无可恋，就感觉说话都说不好，吃东西也吃不了。我们现在画完了，然后就是要下去下面梳头发，最后一步。牙粘了吗？牙是去现场粘的，是跟那个手指甲一起粘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奎木狼。这种狼妆就不能吃东西了，粘上牙之后就不行。狼妆基本上都会在中午之后出发吧，早上来画，画一早上，然后中午吃个饭出发，然后刚好我又不用吃晚饭嘛，就还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场见。是我这个手上的颜色掉了，本来这个猫是一个白猫，这个是它原来的颜色。现在是晚上，然后准备要给我粘牙齿了。他们调那个胶是酸的，给牙粘好了，我们去拍戏吧。